睇住啊！我喺泰國好受歡迎噶，揾個人先。喂 ，hello， 誒誒誒誒誒誒，哇！太快太快。大家收睇 JMKTV 泰二代深度游，今日咧我哋咧将会带大家咧去到湄公铁路市集。咩公？阿仔中意就系咩啊？去啲景点观光噶啦。喂，阿成点去啊？成？我哋而家喺个火车站度，梗系搭火车啦。我就见到条鬼咋，就系。我睇少条路轨，我哋而家喺个火车站嚟嘅，你睇，仲有个时间表添。哇！我最中意啲泰 style 噶啦。系咪真系有噶？应该有。湄公铁道市场距离曼谷市中心约80公里左右啦，游客咧就通常会搭小巴或者的士去嘅，而我哋 JMK 摄制队就专程喺班南曲站搭火车去体验一下泰国古早味嘅旧式火车啊！班南曲站咧系冇售票处噶，你睇呢度几吉，所以大家记得上咗车之后就要同职员买飞啦。湄公铁路在1904年就成立噶啦，到而家已经营运了成100多年噶啦。成个铁路是由两个独立的路段组成，全长大约67公里，横跨曼谷到湄公站。嗱，而家呢啲咧就全部都是可以揿嘅，一揿佢就会爆噶啦。第一次我在泰国搭火车啊，呢度系冇冷气嘅，有自然嘅风啦，同埋有好多嘅风景。我哋搭嘅时段唔算太多人，火车又大又有靓景，火车厢直头可以长到行 catwalk 啊！由攀南曲站搭10多分钟就会到达湄公铁道市场嘅总站啦，睇下我哋几受欢迎，大家都喺度等紧我哋啊！我哋终于嚟到呢个铁路市场啦！哇，好犀利嘅，个好多人啊！我大张你喺度做咩啊？影相咯。湄公站入面本身已经系一个景点，仲有好多地道小食、干货、手信可以买添啊！哇，好震啊！我哋今日嘅重点系铁路市场啊！湄公铁道市场其实系一个传统嘅泰国街市。专卖蔬菜、生果、新鲜鱼鸡、猪肉、香料、酱醋，服务附近嘅居民同埋日常嘅用品，价钱就好贴地、好亲民噶。不过小贩咧，大多数都只系识讲泰文，如果想帮衬下，又想拎下 discount， 咁就梗系要买翻本 Vita 老师嘅泰语绘画教室，学翻两句啦。听到呢个广播，就系湄公铁路市场嘅重头戏啦。摊档走鬼，大家最期待的走鬼啊！每日他们就是这样重复地走鬼，收档、开档、收档、再开档、再收档、再开、再收、再开、再收。如果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奇景，同埋逼下泰国最地道的街市的话，就一定要来湄公铁道市场啦。但记得唔好似佢咁瞓路轨咯，因为会阻路㗎。